刀如果劈出来的话，中间挡掉不了，是一定会被劈到，没办法。这的话，荡浪被抓了，一级的荡浪要掉一血，减速加破甲。我觉得梦泪有一个，哎，先看这个劲儿抢到了，但是梦泪这边被抓，是技能已经没有了，死，技能处于 CD 当中，一技能走掉了，但诸葛亮这边闪现过去，二技能踩死。哎，他俩经济其实是一样的，又要杀荡浪，荡浪有这个隐身状态，有这波的话四杀一。很危险，韩信还不走，危险了，又直接被带走。哇，我来西这里，两个人又开始了，但是双方打的感觉你来我往，感觉流苏要交代啊。哦，这只鱼，我在下路是卡要走了，不走的话就有点走不掉了，搓一波。VV 是给我们分享过韩信里面有大招如何去韩信的。哦，这里的话，一波一个锤，锤到了不知火舞，直接大招带走了。这样。这边也难走，大招交不交，直接吼出来，瞬间进化解掉。是，这时候看 VV 了，关羽也是进场，但是鬼迷这边被粘住了，直接被秒了。荡浪是杀掉了一个张飞。nice， 这时候双方换远古生物，考验孟老师的嗅觉。孟老师李白来了，孟磊闻到了，李白看能不能挡住，你们马上有大招，有大招了，这一下刷下去很痛啊，直接。韩信差点被秒，但是没刷死，看这些主宰谁能够拿到。在思雪应该是。抢到了，啊、还要是达摩拿？哎，不太抢到，就要拿抢回来了，抢回来了，自己拿到了。但是这个，我觉得梦现在如果吃到老帅两下，是快死了。老帅这边很危险，直接金身鬼迷，并没有杀掉，踩一下没有踩到，大招被拍死来。继续，薇薇这边推得很漂亮，继续推。看这里恩洛能不能收割？啊，黎洛这边一刀削死了有盾的张飞。鱼来了，鱼来了，来了，鱼他们脚一下一刀哦，没有杀掉。吕布差一点还被带走，没错。荡浪这边怎么办？看谁坐骑厉害。是的，我有鱼，你有马，是。哎，互相怼，感觉马打不过鱼。少侠好走位，直接个斩杀带走了。是的，扇子一丢，有盾，再来一扇，再来一扇，还有没有？坐走位，少鱼好走位。是，我们看一下，李白这里还在，流苏也在，一个炮车，兵线都在。神鱼，荡浪能不能守住？危险了，清不掉。咱们恭喜 AG 超玩会。是的啊，这个、关羽到了，关羽这刀没劈下来，天上被打下来了。VV 这边的话是粘着一个路跑，没办法，加血奶一口，石化了，再一刀，哎呦，这波直接是带走了。哎，这兰溪这里，但是你要浪的话，这波就炸了，二技能再一刀直接带走。去，阿珂来了，要收割，锤一波晕住，关羽一刀，这就是石化。是，要阴一波，哎呦。出来了，来一拳锤到石化，还石化住，不过伤害差一点。这个是一个控制重叠的问题，锤墙跟石化同时中。这边的话，露娜进场，锤住，但的话，中路应该是要交代，继续飘。有这个流苏非常秀，又来，不过现在有圈子大，诸葛哎，又石化住了，但是牛魔应该走不掉了，上不去啊。是，不过这拳定住。两个，但是没人跟得了，是没后续技能跟上，其实还拖，因为中路这个英雄后期梦泪危险，哟，这拳没有锤到，没锤到墙上，老牛一个大招锤三个，大招老帅进场收割，大招要收了，看一下，应该还有一发大招，大招是断了，应该断了，是没打，哎哎，这里的话老牛有点过头，是，这个没关系，这波团战依旧是赢，看这边关羽，哎呦，一个大招撞回来，再一脚，再顶一下，再一脚，来这手，一路感觉到了全世界的恶意。大招都没开出来，直接被秒。但这话，厄勒也被抓，应该不好走。大招有没有诸葛亮？哎呦，丢出来了，那就交代了。去，感觉好像还没完。还要收割啊，这个受不了，这个受不了，啊、这个受不了。太多反针进，二技能晕一波，要反杀，狗都没咬到，伤还有点玄幻了。这波说非常大，这又是关羽，关羽来了一脚，一下能收割，能收割。主要是拦了，没拦，对，没拦了。漂亮，这一波的话，骑着人呢，他感觉像骑着一个，就是嗅觉太灵敏了。你看这波团战。李洛直接开始大招，但是伤害点不够，打不动，回身一个大。我拍三个，反打，扑进来。这步的话全部团在一起啊。石化，没有石化到，关羽这边回推。就关键时刻连不成。哎呦，这边继续撞，感觉反杀，有杀贼高。但这波狗咬到，咬到了一个露娜，直接收掉了。鬼迷这边还有狗的。保险离的位置，李洛这里看到老帅。是纵青，纵青这里也被交代啊，直接激光扫死。杨戬还在，直接狗咬到了梦泪。这次追上去要撤，不撤要炸。这边一定要撤，是的，感觉走不了，走不了了，没办法，是个，但是这边走不掉的。关羽这边踢一刀，感觉这样好像两个人都交代。我觉得直接关羽走就好了，这一步不要回头撤。有一种
头的话，其实也很难去走掉。而且刚才是大招地区内没有石化到三个，大招又收掉，老帅这边相当的凶。老帅这里越过千军万马来大理，李诺这边一个金身，那是梦泪纵情，纵情的去抢吧。是的，这边达摩还是有趁机的，川会停手了，这边强行抢，趁机，对，没有抢到，被朱娜拿到。但是我还真觉得这手就算抢到了，可能也要扛。是，朱娜现在发育非常肥，回头撞一波，老帅被切。干追老帅，是的，是被减速到了，被踩断了，是，直接要被秒，这个很难办。但正面的话，流苏这里还不太吃得消，不过支援到了，瞬间要反打，老牛个大招，直接杀干。是的，那剩下一个鬼迷有点扛不住，这也没办法，兵线到位，我们看一下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恭喜 AG 超会二比零带走 JC。